好，那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在这个岸上，然后今天师傅要贴这个墙壁的瓷砖，那我们来跟师傅来聊聊在贴瓷砖啊有哪些咩咩嘎嘎的地方要特别来注意的啊，包含我们的这个那个叫什么整平器啊，还有瓷砖要离地板多高，然后它的泄水方式，它的水平怎么抓的，然后我们有现代的工法跟早期的工法哪里有不同，那我们今天就来现场啊，跟我们的这个瓷砖那那老塞贤哥来讨教。好，现在这个泥状哦，在贴瓷砖真的都非常方便，就是用那雷射，那以前都还要用墨线啊弹过去，现在就是直接雷射嘎下去，然后你看我们整个这样雷射扫过去，那师傅这样做起来就超级平整。然后呢，这种瓷砖啊，因为它趁这个粘接粘着剂还没干之前，先透过这个整平器。为什么要叫整平器？它在贴的时候会有四个角，它那个角啊会凸出来。它早期是靠师傅这样一个一个敲把它压平，现在就靠整平器。这样等于四个角被它整平，然后等里面的粘着剂干了以后，把这个拆下来以后，对着这个缝，四个角会平。哎，啊掉的啊？对啊。哦，啊迄块搁啊开了呀？啊开了，没有开啊？哦，哎呀，还照，阿你阿会照啊？阿可以用这个啊插的，哎呀，啊冷水你无买冷水啊？嗯，冷水嘛有啊？有啊，开孔神器的吼，较透较水啊，比迄个人切的搁较水啊，袂歹哦。啊边在照出来？哎，我你发水讲嘛，伊涂过来安尼啊，涂过差不多拢是发色的，香槟甲大槟差别一个。你当面就当当时也会袂调啊。啊，有啥物当？鱼顶个就敢那大槟。鱼顶啊，鱼顶是色地好食清啊。哦，大地爱香槟着对啊。系啊。啊，色地面啊，色地了。我看鱼顶就是安尼，规个咧挂挂了啊，一直粘，一直粘，一直粘。你啊，香槟色是较高。较高。你看香槟，你恁要反倒会膨胀啊。所以咱若香槟的就较袂膨胀。系啊系啊系啊。啊，你单面的就是单面的就是你变得足平。你着爱讲啦，爱足平的无，黏着较袂膨胀啊。你。俺头哥本身只毛粉啊，你逐地摸，你手摸袂用粉。俺若头哥洗过，就较无粉啦，哦，用一粉。嘿，哦，出厂的粉。安尼较会调啊，无你拢粉啊。来大菜有遮侪美甲，咱只我都教你说，啊，第二站、第三站你要哪教？哎呀，咱调关节啊。哦，啊，拍钉啊。嘿，爱拍钉啊。啊，人职业啊，人职业毋是职业，因是买一台钉子，一个机啊长的。还是伸缩，伸缩较悬，规抓就对啦。系啊，来伸缩，啊，哈你也是安尼来，无哈你也要来去爬。你咋无整面具？你这角是安怎处理的？就爱缝缝的哦。无啊，缝缝的。啊，缝的哦，有小可翘在肩甲缝过安尼啊。啊，较麻烦啊吼。较慢啊。即马这样咧较方便啊。哦，即马这嘛是足侪人发明足侪物件。即马这样咧无，你那这不要做，不要做。啊，不要做人嘛，要做啦。对啊。打壁砖是上简单的哦。壁砖是二手店是上简单的。哦。啥物物件较功夫？抹壁。抹壁是较实。抹壁你手细。你耳朵手细，你无手细啦，你无法度用，你唔来壁是袂得事啊。哦，是哦。系啊。啊！你也抹久了，你知我说，你是我说你也会知，你就知影会平。你是啊抹过有平，有平就知啊。啊，不过你唔是拢抹了，搁会搁较抠的吗？啊，抠迄是拍底，啊，同只写个嘞。哦，写个就搁愈功夫啊嘞。系啊，写个啊。这搞得非常，我看人以前咱迄种无小兵的，迄种老个三四米的，有无？少办。哎，有啊。太多无大，大体就无。你较早，啊，我较早迄种话拢甲讲，老岁仔，老岁仔聊。
是啊，我目睭歹，愈聊愈痛。今日咱老伙仔连愈聊愈痛嘞。哈哈，啊，搁无对虾？啊，你起码叫我连大螃，我连无嘞，我连袂。连袂啊？我不要连。连连啊？啊，你看都无，我惊无同啊。嘿嘞，哎，连菜路真正是。连连大北针应该是较简单学呢吼，地针较慢。地针哦，地针个样做，个样拍迄个地，个样做一下下水。嘿，地针较慢嘞，针爱烤饼啊，都较慢嘞。伊爱，下针较紧嘞。啊啊来，那贴针啊。对啊，啊贴针啊是紧啊。我这种是较薄的较细啊，大约吧。嗯，啊，切嘞，安着，当时也削也削。所以即摆大陆因咧练嘛是拢用整平器啊。弄这啊，反正嘛是。是用发明，还用发明呢？这啊嘛，可以发明。这怎么当时我记这有多少古籍讲出来？对啊，恁遐讲伊发明，但你啊，我台湾，我按台湾发明。这台湾发明的啦，但是迄位啊做过来的，较俗啦。人咧塑胶一刀拢做规个个啦。这段纯属闲聊，并无攻击任何人。整平器也称瓷砖定位器，目前中文网站并无针对发明者的讨论。假如知道发明整平器的人是谁，可以在影片留言区分享。你几公分啊？啊，会卡底啊？你爱看，你用黄土的上胶有三线啊？黄土的较悬哦。黄土的不行，黄土的三线啊。伊搞到三线啊！哦，欸，我刚看人迄影片 ，YouTube 影片有一个咧讲的，甲你讲顶个甲我讲迄同款的。哦。就是咱这个讲啊，骨较平啊。嘿。对无？我讲安尼哦。嘿啊，有诶，咱以早做拢是直悬嘛，对无？嘿啊。啊，伊啊水走落迄个土底迄边就摆袂出去啊。对啊，我无个向来讲安尼。嘿啊。啊！我有看到人影片咧讲，伊讲这叫深层排水，伊拢唔知影这石墨坑水的入味啊。嘿啊，排水沟无，安尼排水沟伊会坑到水，意思讲安尼水就直接流落啊。啊。伊唔单讲边仔，伊会干水啊，边仔咪流落啊。啊，最干的就排袂出去啊呢。嘿啊，啊水管遐啊。对啊。啊，水就流袂落啊。